Six hole.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下午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千叶木章综合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第十一届世界杯乒乓球比赛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龙灿迎战瑞典的选手瓦尔德内尔。现在进行的是第一局比赛，比分是8-7，瓦尔德内尔领先一分。现在发球的是瓦尔德内尔，他是当今世界排名第一位的种子选手。陈龙灿今年26岁，目前排名世界第6。这两名选手也是乒乓球爱好者非常熟悉的选手，他们在多次的世界大赛里边都取得过优异的成绩。在本届的世界杯乒乓球比赛里边，这两名选手也是一路的过关斩将，闯进了半决赛。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今天的两场半决赛，一场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和争夺冠军的决赛，我们特地邀请了在这里正在参加国际乒联会议的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徐云生同志做我们的转播顾问。陈龙灿大板扣杀，两个角再跑到中路。瓦尔德内尔的放高球的技术还是相当的出众。陈龙灿这个球打得比较聪明，突然一个剪力，这样在节奏上、速度变化上，使对方呢有一个不太适应的这么一个一瞬间回球失误。现在陈龙灿发球，比分是9-12，还落后3分。瓦尔德内尔这个队员呢，打球比较冷静，他的技术比较全面，落点控制的比较好，接发球抢攻发球都是他的绝招。另外一个正手的弧圈球侧身抢冲这一块呢，还是威力相当大。如果说瓦尔德内尔还有一些不足的话，那么他的反手稍微的差一些。陈龙灿是典型的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近台快攻打法，就是左推右攻，速度比较快，推搡技术不错，侧身抢攻这盘比较有威胁。瓦尔德内尔就是利用陈龙灿侧身以后呢，那么正手出现的空当，利用变化线路来使陈龙灿不敢轻易的侧身。现在比分是17-10，瓦尔德内尔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现在领先7分。瓦尔德内尔发球。18-10。先生同志，您看第一局呢已经打到了19-10，第一局看来瓦尔德内尔打得比较甚，那么从技术这个和战术运用方面，您认为瓦尔德内尔成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瓦尔德他这个反手啊进攻就比我们陈龙灿稍微强一点，全面一些啊，他能抢攻跟拉弧圈球。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啊，陈龙灿接发球没接好的话呢，对方就容易先拉弧圈球或者先抢。现在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结果瑞典的选手瓦尔德内尔以21-13先胜了第一局。教练员是前世界冠军蔡振华。参加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呢一共有16名选手，比赛第一阶段呢是首先分成了4个小组，每个组4名选手打单循环，然后按照胜负和积分取前2名。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他是分在第1小组，
这组里边呢，有比利时的新秀塞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被称为世界第一削球手的李根相，还有来自埃及的马萨德。这个小组呢，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瓦尔德内尔胜了朝鲜的李根相，李根相又胜了比利时的塞夫，塞夫呢又胜了瓦尔德内尔。最后经过算这个小分算局数呢，瓦尔德内尔获得了这个组的第一，塞夫获得了小组第二。那么陈忠灿是在第二小组，这组也是有南朝鲜的刘南奎、日本的老将斋藤庆和新西兰的杰克逊。在小组比赛里面，陈忠灿打得不错，是三战三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在进入八强以后，瓦尔德内尔苦战五局，以3-2淘汰了波兰名将格鲁巴，率先闯进了四强。接着陈龙灿直落三局，战胜了日本的削球名将松下浩二，这样这两名选手在半决赛里边首先相遇。另外一场半决赛也是在中国选手和瑞典选手之间进行，是瑞典的老将阿佩伊伦对中国的马文革。现在我们还是先向大家介绍陈龙灿和瓦尔德内尔比赛的情况。精彩的场面真是层出不穷，削一盘好球，陈龙灿不得不放慢一下节奏，然后突然加速加力。我们向大家做了介绍，瓦尔德内尔技术前面，他的中台和远台的这个防守技术呢也是相当出众，近台能够打快攻，中台能够发力拉弧圈。在相克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利用放高球过度来回挡来寻找呢反击的这种机会。陈龙灿尽量的利用这种搓球和摆转，使这个球呢先不出台，不给瓦尔德内尔抢先侧身拉弧圈的这种机会。因为大家知道欧洲选手呢弧圈球是特长，特别球一出台，如果一旦被他们抢先拉上以后呢，那么就比较被动。另外一个陈龙灿呢尽量利用这个球的速度的变化、节奏的变化来和对方周旋，因为直板快攻的选手呢，那么反手相对来说呢没有一板抽球，一般都是利用推挡来作为过渡。瓦尔德内尔发球不错，现在比分6-7，瓦尔德内尔落后一分。这是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瓦尔德内尔21-3获胜。陈龙灿发球，陈龙灿是先发短球，然后侧身发力。现在看这个陈龙灿这个比赛，一定要减少一点无谓失误，另外的话接发球接得好一点。如果能够跟对方啊打上30个来回啊，那这个取胜的可能性就大。现在这个就是1板2板没有啊，这个来回不多，双方都比较打得比较凶，也可能一开始大家都有个适应过，不太适应。在这局比赛里面，陈龙灿这是打的一个滚网球，刚才打过一个擦边球，现在瓦尔德内尔9-12落后3分，这是第二局比赛。陈龙灿刚才这个推挡呢，他有一个加力和减力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最后这一下没有控制住，突然一减力。
确实这边我们看到瓦尔塞内尔也是抢先上手，冲得比较凶，但是稳定性也不是特别的强。现在瓦尔塞内尔落后三分，10-13。靠球，这个球陈龙灿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球挡得还是不错。他们两个人的现在的打法，一个是欧洲的典型的中短传统，就是快攻结合弧线球的打法。快攻结合弧线。陈龙灿呢是中国的传统直板快攻打法，他们用的这个武器啊也不一样。这球板呢，陈龙灿是用正切，就是颗粒是往上。对。对方嘛是两边都是用反贴，反胶，反贴这个胶皮，正贴嘛它的个特点是速度比较快才，反胶嘛它也可以打快攻，另外呢，可以用来擅长拉弧圈球。注意简历，现在节奏上的变化就遏制了对方这个弧圈球的技术。这一局呢，陈龙灿打的还是，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成功。陈龙灿只要就减少这无谓失误，你看对方现在比较着急。瓦尔德内尔也是有些急于求胜，因为第一局他打的比较顺，21-13获胜。发球不出台，推挡，突然抢攻，这球失误。瓦尔德内尔呢，在1983年巴巴多斯进行的世界杯的乒乓球比赛上呢，是第四届，曾经获得亚军。在84年马来西亚的第五届世界杯比赛里面获得第五，88年在中国进行的第九届世界杯比赛里面获得第六。中国选手陈龙灿，85年在中国进行的第六届是获得第四，86年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进行的第七届世界杯比赛里面是冠军。88年在中国进行的第九届世界杯比赛是亚军。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接好，接了以后啊，球比较长，质量不高，太高。对方就可以打弧圈球。陈龙灿又一次推挡失误，现在比分是18-16。瓦尔德内尔发球，瓦尔德内尔准备在中台发力冲陈龙灿的正手，结果球下网，现在比分是17-18。17-18，陈龙灿落后发球。现在是他发球，如果这五个发球能够用得好一点呢，还可以争取胜利。好球，发球抢攻，也是盯住瓦尔德内尔的这个先压反手，发这个短球不出台，然后侧身抢攻。好球，快带，好球，再打中路，这个本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现在18-19，陈龙灿落后一分。这局比赛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他是发短球。在关键时刻，瓦尔德内还是比较敢上手。19-20，陈龙灿落后一分，现在他是掌握发球权。发短球，快攻，打两个角，好球，20-0。陈龙灿发完球以后啊，先拉起来呢，对方有政策要对拉过来，这个时候呢，陈龙灿就连续进攻，打两个角，这球比啊打得比较好。对，现在20-0啊，很关键。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好球，好球，突然简历推挡一番，放短球，哎呀，这个侧身本来是个机会球。看来瓦尔德内尔回的这个球的旋转性也还是比较强。现在陈龙灿又落后一分，20-21，这是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瓦尔德内尔21-13获胜。瓦尔德内尔第一条下网21-0。这个发球成龙他没发好，因为发得太长，结果呢先给对方拉起来，那么幸好他推挡能够控制住。来的这球不错，好球。瓦尔德尔突然发力，但是陈龙灿的推挡技术确实不错，轻轻一挡，瓦尔德尔再回头就出现失误。现在是陈龙灿领先一分，22-21。23-21，这局陈龙灿其实打得不错，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18-20、19-20、20-0以后又落后一分的情况下，敢于就是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就是还是利用短球来控制瓦尔德内尔，有机会以后。在第二局比赛呢，看来就陈龙灿稍微适应了一点，就是无谓失误比较少。另外嘛，自己发球有的时候还是占了一些主动。现在双方用的战术都是这样，就是用发球来控制对方，让对方呢接的稍微高一点或者出台，这个时候呢就抢攻或者先拿弧圈球，所以发球接发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谁能够利用五个发球取得主动啊，那么比分就要领先啊。接发球如果接得好一点，那么少输了一两分，在自己发球的时候要争取主动。世界杯的乒乓球比赛是每年一次，这是除了世界锦标赛以外的国际乒乓球的高水平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好的，在台北球抢先踢板扣杀，瓦尔德内尔的正手，现在比分1-0。在这场比赛之前，在休息室呢，我们遇见了陈龙灿，我们就问他说：“这场比赛你今天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战术？”他这个战术呢，主要是能够把自己平常的技术上的一些特长能够发挥出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瓦尔德内尔呢和陈龙灿在国际比赛里面也多次交锋，双方对这个打法和技术特点也都比较熟悉。那么一个是看谁在前边，一个谁呢在比赛里关键时刻能够沉住气。看来陈龙灿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特别第二局，在比分几度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是敢于运用自己的技术特长。第五个发球没发好，又发得长了，对方呢先拉。总的看这一轮发球，这个陈龙灿还是主动，所以4-1领先。瓦尔德内尔的发球呢也是堪称世界一绝，他的发球呢有人说是曾经誉为是世界第一发球手，他这个发球一个半转身这样的有一个就是自我掩护的这么一个动作，另外旋转和不转的球呢相结合也是使用的比较好。这几分看来陈龙灿还是在发球问题上解决的不够好，接发球接发球，发球呢接发，这个接发球呢不太好，推挡，瓦尔德内尔打了一个擦边球，好球。陈龙灿虽然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把球奋力的拉过去，但是瓦尔德内尔呢也很轻松的把球轻轻一挡，变线以后，注意看这球陈龙灿拉得不错。现在瓦尔德内尔5-4领先。瓦尔德内尔准备侧身时，陈龙灿也打了一个擦边球。双方在第一个轮次的这个发球当中呢，是打成了5-5，双方各有一次发球。变线，好的。陈龙灿这个推挡技术在国内的一个选手当中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就是要坚持静态，就是不能退后半步，一退后半步这个推挡啊就容易发不出力，离开球台一远呢，这个推挡不好控制。现在要离开台上，
现在陈承灿是6-7，落后一分。好球。马尔德内尔侧身以后抢中那个大的角度，他也是进入陈承灿的反手，不让陈承灿侧身。刚才这个球也是他陈承灿的反手不能起板，所以呢他只能搓，一搓呢又搓台了，那么对方呢用反手就拉弧圈球，所以横台选手呢他这个优势就在于就是说正反手都可以拉弧圈球，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技术上术语也比较多，抹一下撇一下拱一下弹一下，相比之下呢我们现在这个这板快攻打法反手比较弱，对，除了推挡以外这个反手进攻现在没人掌握的比较好，这球也是还是搓搓的比较长比较长啊，接发球没接好，只要球一出台弯的那儿就是一般都是抢先能够拉的出现球，这个球就接的短一点，对方就困难。现在比分是11-8，陈承灿在这局比赛里面现在落后三分。陈承灿打了一个滚网球，现在是9-11，这是第三局的比赛，第一局瓦尔德内尔21-13获胜，第二局是陈承灿23-21扳回。新生同志，您认为就是中国的这个近台快攻这种打法要想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上取得好的成绩，那么从技术上来说应该在哪几方面应该有所突破？我们这个中国的快攻打法从60年代开始啊就占主动了，因为当时这个世界呢就是日本水平比较高，我们那个打法呢近台快攻比日本呢更加快，更加动作也小，反手也比日本好，我经过那么多年，欧洲是从50年代就给日本打下去以后一直是一蹶不振，那么经过20来年的这个努力吧，我他学了日本的这种弧圈，学了中国的这种快攻，所以他把它很好的结合融合起来，所以现在呢他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相对之下我们中国的快攻这几年没什么更多的飞跃，基本上还是原来这种打法，所以比较起来就好像我们的技术问题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只能进台只能强攻，就是相持以后这个能力就先打相持球的这个能力啊差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快攻一离开球台，稍微一离开球台就没有优势啊，就没有这个相持能力了。那么相反，对方呢，他正反手都不错，另外的近台、远台他都可以打。现在比分是16-12，瓦尔德内尔在第三局的比赛里边领先4分。现在这个陈承灿这个打法基本上都是压对方这个反手，很少调动他的右方，让这个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右方以后再压反手，所以不是很成功。这样打法还得有所变化，因为瓦尔德内尔也敢于侧身，因为你老不打他整什么，所以他很放开了，敢于侧身，敢侧身。这个发球轮次非常关键，陈承灿发球，比分13-17，陈承灿落后4分。好球！马尔德内尔这个球回的还是也比较短，但陈承灿在台内的球也敢于是起板抢攻，这就是打了马尔德内尔的正手。推挡，加速，结果这球打出去了，现在比分14-18。看来陈承灿还是想利用速度来制胜对方。现在欧洲这种球呢，特别优秀选手想几拍打死也很不容易，所以除了要发挥自己这个快攻、侧身抢攻这种特长，还要注意呢和对方要有这个相持的那个能力。
好球，这是令飞挡线路的变化。瓦尔德米尔稍微一侧身，那么右边的空当出来了，一顶，正好是一个。嗯，刚才可以看，连着有三个球都是打右方，成功了，说明他就开始有点变化。好的，又是右方的。对对，是有经验的选手，他经过身经百战以后，多次的国际比赛经验呢，就是使他们在比赛里面能够注意变化，能够审时度势。陈龙山为什么不敢调动他的正手呢？一个对方他正手会拉比较好，会拉不进去。另外呢，你调了正手，好球，你调了正手以后，对方也可能打你正手。对，这样的话呢，他自己也要防正手。就双方你也怕我，我也怕你，就看谁战术运用的得当。陈龙山这局是打得好球，现在陈龙山19-18领先一分。这个接发球呢，他是尽量先拉，就是减弱对方的攻势。对。瓦尔德米尔发球，哎呀，急了一点，这个球下沉19-19，这一局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在心理上，在技术的发挥上都会起到一定作用。哎呀，陈德赛正好快带球出去了，19-20，现在陈德赛落后一分，瓦尔德米尔发球，20-19。这个瓦尔德米尔21-19胜了第三局。刚才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台了，出了台呢不是太长，那么对方瓦尔德呢手里边功夫比较好，他这个看上去好像在用力，实际上呢他用的力量不是太大，旋转不是太强，结果呢陈龙山推了下网，所以失误。现在在前三局的比赛里边，瑞典的瓦尔德内尔2-1领先。这次世界杯比赛是这样，小组比赛呢先是分成四个组，每一个组4名选手，打单循环赛的时候采用3局2胜，到了第二阶段就是进入8强以后是采用5局3胜，但是在争夺第3名的比赛，这一场比赛呢就是采用3局2胜，决赛又是采用5局3胜。瑞典名将瓦尔德内尔，他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都是反胶，陈龙灿呢是正胶。这种球拍的性能刚才徐先生同志也做了介绍，球的速度比较快，也适合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快攻打法，但是他反面呢也是用反胶。陈龙灿自己介绍说呢，就是说为了在发球的时候呢有一些性能上的变化，有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反胶这面发发球。马上在那放高球，陈龙灿这一下打的突然一减力，马上在那在上台的时候来不及了，现在是2-0。现在是第4局，陈龙灿2-3落后一分。好球，马尔德内尔正好快带，陈龙灿侧身以后准备在回位的时候，对方有盯住他的反手一个斜线，现在是2-4。8-9得分，3-4。哦，又发了一个急的奔球，4-0。瓦尔德内尔这个线路打得还是很清楚，看到陈龙灿侧身的想打他的正手空当，这个球呢没有打在球台上。现在陈龙灿5-4领先一分。这个轮次陈龙灿还是打得不错，陈龙灿这个这一轮占主动，另外呢发球他也注意一个长的一个短的，对，因为再打开呢就是也调动他正手，
这边的话效果比较好一点。这下要先抢攻一番。好的。现在这球也是掉的正常，是把他注意力啊稍微分散的，叫他不敢大胆的侧身。对。这一段瓦尔德内尔也是自己的失误稍微多一些。哎，这球太长了，也太高了。这是第四局比赛，瓦尔德内尔现在是5-8，落后三分，但是前三局总的比分他是2-1领先。5-9。好球。田龙坦是想在接发球这上呢，首先台内球也是起板先拉一下，使对方不能够抢先拉起弧线球。但是瓦尔德内尔也是敢于在中继台发力。这个球发了长了，这个对方先拉。9-7。好球，这球发得不错。10-7。参加这次世界杯比赛呢，运动员们对这次使用的这个器械球台呢，也有些不是特别适应，普遍认为这个球台有些滑，这个球呢可能有些下沉。那么通过几天比赛的运动员已经多少有些适应，特别是明年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要在日本的千叶进行，所以这次比赛呢也可以说是一次大赛前的预演吧。这个国际乒联呢，为了把这个乒乓球的形象弄得更加吸引观众啊，所以在这个器材、球台的地板啊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改进。现在看到这种球台呢，颜色比较鲜艳，对，那么电视转播就比较好看一点。因为那个地板啊，在这个棕红色啊，铺的是一种塑胶地板，对，弹性比较差。塑胶为什么弹性比较差呢？他想把这个篮板啊，篮板搞得低一点，那么这样的时候观众啊，可以看到这个视觉清楚一点，可能用那里移动步伐。但是呢，这个塑胶地板球不跳起来，这个运动员捡球很麻烦。要弯了个腰，所以呢，现在在四个角还有。捡球员，四个捡球员，但是这是一张台子，如果搞世界锦标赛，很多球台，20来张球台，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这次比赛也是使用的黄色的乒乓球。黄色的乒乓球嘛，过去也用过，后来乒乓球进过奥运会以后，他们安琪主席呢在建议，就是在奥运会上能不能用黄球。这样的话呢，电视转播呢效果也更好一些，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球的这个来回跳动。现在比分13-12，田龙坦还领先一分，13-13。14-13。现在陈龙泰15-13领先，白短。接着这球，瓦尔德内尔打了一个空网球，陈龙泰把球回过以后呢，对方发力的时候球下网。好球。两个空网球，现在比分是17-13，陈龙坦领先4分。对方发球就是看这一轮发球啊能不能，如果接发球解决得好，接得好一点。陈龙坦在第38届和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中都是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38届他获得了单打的亚军，39届是男双冠军。好球。接发球连输2分了，现在15-17。陈
呢，在第24届奥运会上也是和韦晴光合作获得了男双冠军，第7届世界杯比赛呢，他是单打的冠军。16-18。好球。这一分可以说至关重要。对，特别这一轮，这一轮接发球呢就输了一分啊，2-3，没有还算是太多的亏啊。那么下来呢，轮到自己发球，轮到自己发球，19-16，还是很有希望啊。如果能够发得好一点啊，那个先争取主动就有希望。啊，这一20-16，这一般就是他发完球，对方一戳，他就争取先拉起来，那么对方也搞不清他这个旋转有多强，就失误了。对。换一盘啊，对，21-16，21-16。这总的来看还是要减少一点，无谓失误。另外呢，在接发球这一关，啊，这五个球啊，一定要，能够争取主动最好了。实在不行呢，少输个一两分，啊，能够2-3落后一分啊，这个球就有好打了。在自己发球这个轮次再争取一些主动。这个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呢，熟悉乒乓球的观众都很清楚，他是弧圈结合快攻，这个点3岁开始呢就和乒乓球结缘，在82年他第一次参加欧洲乒乓球锦标赛，就战胜了自己的同胞前世界男子单打冠军斯本格森和匈牙利的名将克兰帕尔，他当时获得了男子单打的第2，被誉为是欧洲的乒坛神童，欧洲奇才。这个点打法还是比较细，战术意识比较强，善于变化，发球进攻的节奏落点都不错。他目前呢是排名世界第一，是上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在决赛里边他是战胜了自己的队友佩尔森。陈龙灿呢是来自四川的选手，他身材不高，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他的特长是直板近台快攻，速度比较快，球路刁，变化也比较灵活。他说话不多，但是很爱动脑子，平常呢在技术考虑战术上也是比较有心计。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第3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陈龙灿当时作为年轻的小将第一次出阵，就战胜了现在的对手瓦尔德内尔。现在开局呢还是打得比较好，现在2-1。现在是2-0。瓦尔德内尔正手冲弧圈，球拉出界外，稍微占了便宜，这个五个发球啊，就赢了一分球。赢了一分球，现在是瓦尔德内尔发球，2-3。好球。陈龙灿这个球虽然是拉起来，但是拉的位置不好，拉在中间，所以他很容易侧身，这球拖了长了。好球。好球，这球是打在球台的这个线的边上，这球玩的面打得不错，反手一弹，现在是3-4。陈龙灿现在在比赛里面很注意这个速度和力量的这个变化，在对方拉正手拉弧圈的时候呢，有时候正手就轻轻一挡，快带过来。现在比分5-4。哎呀，吃球了，4-6。这个一轮啊吃亏了，吃了，输了。对方得了4分。这是决胜局的比赛，胜者将参加等一会儿开始的决赛，负者只能争夺
第三。前轮赛发球5-7。5-8。虽然是变线，但是这个速度不快，对方也有准备。哎呀，这一轮发球不行。这样在接上局里边，瓦尔德内尔以10-5领先，交换场地。这个球回的质量稍微差一点，高一点，线路长一点，瓦尔德内尔都能够抢先拉起弧线球，这样成功赛这种打法就比较被动。10-6，现在瓦尔德内尔领先4分。好球，侧身，这个力量不大。瓦尔德内尔反手快弹，球下网，10-7。好球，在瓦尔德内尔发球这个轮次，能算连拿3分，这还是挺不错。现在比分10-8。接发球这个环节也很重要。本来是发球一方的有主动权，这接发球还是错了，长一长了，对方就有机会拉弧线球。这一盘要想有点急了，想抢先台内球，先抢拉一盘。这一轮接发球呢赢了一分，现在再看下一轮这个发球，发球出台了，对方呢先拉了。现在比分是9-13，哎，太高了，9-14。10-14。在乒乓球比赛里面，球的这个旋转越厉害，速度越快，这个球呢不好控制。那么相对来讲，横拍选手他拉出的弧线球的强烈的程度呢，就比直拍要转一些。11-14，这个轮次发球呢，成功等于又追回了一分。现在轮到瓦尔德内尔发球，14-11，这是决胜局的比赛。这也是第11届世界杯乒乓球比赛半决赛，胜者参加决赛，负者争夺第三。好球。陈文灿这几个球还是利用自己推挡技术好呢，速度有个变化，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来控制对方的弧线球。好球，好球，好球！14-13，先侧身抢拉一拍，对方就不敢发力，然后回球以后突然变线，盯住瓦尔德内尔的正手空档，注意看，推挡。14-13，好球。14-14，这接发球连赢3分，应该说呢比较主动一点。我们向大家做的介绍，瓦尔德内尔的发球呢在世界乒坛堪称一绝，成算快带，好球，好球，连赢4分了已经。他这个球呢就是把对方调到正手以后，对方呢也打到正手啊，当然这个时候呢成算他就马上变得反手，如果再打到正手了，就是跟他斗正手了，有的时候容易吃亏。15-0。这发球这个轮次对于陈东灿来说确实非常关键了，4-1，这一轮得了4分。现在陈东灿发球15-0，马尔德内尔这个变线也变得不错，也是从正手作为突破。
现在是15-16。16-16。发短球，不出台，使对方只能利用搓，然后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哎呀！现在是16-17，还能再落后一分。这是第5局的比赛，发球得分17-0。这场比赛确实始终打得很紧张。好球！哎呀，快发球，18-17，瓦尔德里尔领先一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陈龙长一离开他，就是没什么办法了。对，如果他有这个中台对拉对攻这种能力，那就不一样了。打到球台的边上，这是个擦边球。现在瓦尔德内尔19-17领先，而且瓦尔德内尔发球相对来说要主动一些。好球，19-18，陈凯还是利用自己的对挡先变线，从正手出击，等对方一跨过这个步伐节奏已经乱了以后，再利用扣杀打斜线。现在是19-18，瓦尔德内尔领先一分，这是第5局决战。滚网以后出去了，20-18。现在是瓦尔德内尔领先。21-18，陈凯回球太长，瓦尔德内尔在中路抢出一发，以21-18胜了关键性的第5局。这样瓦尔德内尔以3-2胜了中国的陈龙灿，这样进入了第11届世界杯乒乓球比赛的决赛。